阿母，孩儿要娶心腹了，所有苦难终将皆成过往，我们甘负将至。子胜，我知道你心中有气，但是不能拿自己的亲事赌气。程家区区新晋武将，那程娘子更是声名狼藉，这门亲事对于你全然无益啊。林将军是伪丈夫，哪里懂得这些鬼祟阴私伎俩，我们都是老实的闺中女子，行端作证，哪像有些人愚昧做作，卖弄风情。程少商此人从不屑男欢女爱，他只会经营算计，我就是想瞧瞧被满腹坏水的女娘瞧上的男人最终会是怎样的下场。